啊！哎呦，嚯，洗衣服呢？啊？哟，快半天，那么勤快啊？怪不得我妈夸你呢。那是。哎哎，啊，不是，咱家不正好也有衣服要洗吗？你是顺手让马天一块洗了呗。算了吧，我自己洗吧。什么叫你自己洗吧？你这话说了多长时间了？半个月了吧？那衣服都快长毛了，你这多一件少一件的有什么呢？反正马天平时在家也没事干，是吧？马天，拿来吧。你看，拿去吧，我都没衣服穿了，回头再。马天，哎，国生对你还不错吧？我哥对我好得很，你气不？你这话说的，那对你好，我很高兴啊，我生什么气啊？衣服有点多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我搁这儿了，谢谢啊。辛苦了啊，我们家这太懒，你快出去。勤快你。所以说呀，他那个病假，你说疫情请好几天。哎，你们俩什么意思啊？把脏衣服、脏裤子就这么一扔，也不洗，干什么呀？想让我给你们洗啊？不是妈，是，嘿，这不小马天答应这帮我们洗的，他是不是国元？对啊。你们叫他什么？啊？小马天啊。小马天是你们什么人呢？叫嫂子，我要是你们嫂子，我也不给你们洗，凭什么？凭他没工作，还是外来的？哎妈，你不讲理！怎么就不讲理了？没什么欺负人的啊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你哥的份上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他。对，我们回头自己洗啊。